来，朋友，关于操作这款手柄遥控的，我跟大家说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打开这个开关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车子上的这个开关拉起来。现在有浪声的话，说明已经连接上了。然后我们声音大的话，可以按左边这个键，可以把声音按小点。然后我们往前，它就往前；往后，它就往后；往左，它就往左；往右，它就往右啊。那我们这个右屏的这个镜头可以定型的，可以定回来。我们再按一下这个开关的话，它就可以把声音关掉。然后我们再按着的话，它就会变成自动的一个模式啊。然后我们要用那个水表遥控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开关关掉。然后我们再把车子上面的也关掉。我们再把这个手柄遥控上的这个开关给它按住，现在说明可以连接上了。我们再按一下的话，可以把声音关掉。你再把往前，它就往前；往后，它就往后啊；往左，它就往左；往右，它就往右。然后我们切换这个模式的话，我们把这个屏上的这个给它放出来，然后它会断出去。